好丑。我想抽那个什么粽子，我看看到底长得像不像我。春卷好可爱哦，我的天！哇，只有针而已。好了，可以删游戏了。太凶，游戏删掉。我抽到什么龙？靠腰啊！一个白色头发龙什么鬼东西的，没有看到，看一下，抽到了什么？就一个针啊！立即登录，进入，针什么鬼的？角色，角色列表。龙须酥，好啦，没了，感觉就很烂啊，扔掉。没事没事，这游戏不会再开了，除非开场去抽卡而已。暂停，暂停。好啦。王永杰安安，这游戏就我还 OK 啦。嗯，看一下哦。换歌，好了，我们继续我们的地狱之旅吧。太棒了，你不用退坑了，不用，不用怕，这游戏真的相信我，你们好一点撑一个月嘛，那难一点就是第二个月，好啦，100个人玩好了，第一个月一定死掉70个人左右，就没玩了，那剩下30个人就是会撑到第二个月，这样子。那手游寿命就很短啊，某些就真的是没办法了，有些就是女生的钱很好骗，然后一骗下去之后就离不开了。
啦啦啦啦，我们要补对面的哎、欸，啊，补到哪里了啦？这里。对啊，会玩就是因为声优啊，像恋语也是，主要也就是声优的啊，也不是主要啦，反正就是会撩。声音是有点小啊，感谢爹爹100个星星，下班啦，辛苦喽！谢谢爹爹，爹爹你这样子钱够吗？你不是每天开销也不小，你可以打个安安就好了，我不是不会看到，对吧？还有上面，哇、wow! ！白痴哦！差点给他摔下去。干嘛？过分哦！哎呦，星星一定是没有啊，没有整数啊。我有看到送十几块的啊，25块的啊。你可以点开那个啊，你可以点开聊天旁边，应该有个星星图案的，你点开它可以看那个星星赠送的东西。
有时候点点也没有出去再进来就有了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不然有看到打字的吗？他说有时候也没有，但是他出去又进来就有了。我是怕私聊天室才重复这句话啦，不是因为想要钱啦。你们要相信我。然后有时候星星又被吃掉，觉得哦，感谢我不知道谁。刚刚那是什么声音？嘟嘟嘟噜噜噜噜嘟嘟噜噜噜噜噜噜。哎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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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爹爹的50个星星，爹爹，你的钱呐？那你不是，你不是有需要花的地方吗？你怎么又花在这边？你可以抖个10块钱呐、啊，因为秀都是抖个10块，抖个10块，想刷存在感，他都这样子，懂吗？不一定要那么多啦。莫阳安，别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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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挂网上生物课，挂台上经文课，给他不如给你。哎呦，好哦。可是你给我，你还是要给他。你在想什么？最后你还是会给他，笨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两个上课的跑来挂台，感谢你们哦。就发现平时都不用行充的你们开始用行充了，我好感动哦！哎咻，哎咻，挂台上班，好，感谢，感谢你们。然后昨天去申请那个 FB 的那个什么广告功能。就好像可以插播广告了。哎呀，你还是省一点点，你打字，如果没看到的话，再多打一点点字嘛。我可能就是你也知道我在忙着这个，没办法看到啊。去哪里了？
房间插头在脚边，要充电很大。我的电线有两公尺，没什么障碍。哎、欸，不是听说那种越长的线越危险吗？我本来那时候有买一个三公尺的线，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用。然后有人是说那个线很危险呐、啊，而且我就害我就一直没有用摆着。不然我就可以从那个头接到尾。就电脑桌跟床边这样子接，然后后来不是有那种无线的那个吗？你只要放在那个一个台子上，就会自动充电的那个。我本来想买的，后来兔子说买这个浪费钱，我说好吧。可是之后玩一些闲置的游戏啊，发现那个。那种无线充电的就又觉得好棒哦。林毅安安，黄林毅安安。如果大家没跟你问安，表示他们可能看不到你讲话，对。如果你没有看到别人讲话，或是觉得我在自言自语，那是我看到你们看不到的人在打字哦。没事，他们都活着，只是我看得到他们打字而已。我会读出他们的内心的声音，而不是说我看得到什么怪怪的东西。怎么下面还有？傻眼，这里又是哪里？这里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吗？哎呀，这里又是哪里儿？什么鬼啦？补个地狱那么难补的哦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爱买行充，超多不知道干嘛。之前我跟那个我们一个兔崽子出去啊，哦，他的行充好棒，就是小鱼啦，他的行充我觉得很方便，不会说太大，也不会太小，就很刚好。然后他旁边又内建了很多像苹果的啊，或是一般的充电孔。然后又有自己的充电的那个，
人说你把游戏删了哦，删掉啦。那个游戏不是啊，那种游戏真的不适合我，没有很吸引我啊。到底是哪里呀、啊？我怎么走上来啊？我估计要回去补很多方块回来。哪？不是迷路了，是地狱太大了，要补的空间太大了。